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请开个门。怎么回事？解放军同志，请帮个忙，我的救护车抛锚了，我车上还有重病人呢。我去一下。好的。谢谢。就这儿。 你要干什么？借用下修车的工具。好。嗨！嗨！别动！ 1988年9月2日夜11时，中国西市发生了严重的武器抢劫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对此案极为重视，要求迅速侦破，并同意西市成立特别侦缉组，组长由西市公安局局长单豪担任，刑侦处长蓝光任副组长，并全权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。 尽管在全市进行了广泛的搜捕，但经审讯，在押的14名嫌疑犯中，无一人参与9月2日夜晚的抢劫武器案。9月4日凌晨，在廊坊山谷发现了被劫的军车和部分剩余武器军火。下午6时，又发现了被盗的市急救中心救护车，以及参加演习后失踪的2具预备役战士尸体。破案工作陷入僵局。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鲍鱼和山红把作案痕迹冲刷得无影无踪。看来这是一些老手，不仅胆大妄为，而且训练有素。都被劫了哪些武器？一箱带瞄准器的微型步枪，和10/88型最新研制的军用手枪。这种手枪准确性极高，千米之内几乎弹无虚发。看来很有针对性。 可是想将的动机呢？可能和最近的敌情有关。1988年7月2日，西市近海截获了身份不明的走私快船。1988年7月10日凌晨，击毙偷渡挖匪三人，在挖人船中截获一批高强度的塑胶炸药和剧毒药品。1988年7月17日，在3号码头集装箱中查获了一批外国制造的轻重武器。 联系到9月2日夜，我预备役演习部队军车被劫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国内外敌对势力近期将在我市采取重大行动。谢谢。赫尔斯先生，您知道凡战者以正和以其胜，出其所不屈，屈其所不意是谁说的吗？中国的大军事家孙子。可那些蠢猪抢枪暴露了目标，您准备怎么办？赫尔斯先生有何吩咐？马上给老 K 去电，中国西市特别行动组黑石行动暂停，并消灭一切暴露痕迹。喂，姐，我是林平。什么？林平，我要打胎。几个月了？四个月。不行，现在人流有危险。不，我死也要打掉，我不要这臭男人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下午4点你在夜林酒吧等我。我是肖雄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畜生，你想蹬了我没那么容易，你等着瞧吧。哎，姐别怕，手术后我送你回家。停下，小心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去哪儿？中山路5号。不，滨海路7号。姐，你什么时候搬的家呀？昨天。注意，跟着目标。明白了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
有人吗？抄水表了。哎，嗯，啊啊啊啊啊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呀！喂。都拍了吗？全拍下来。死者林立，今年28岁，未婚，3年前。从本市一家纺织厂辞职，到深圳的一家宾馆任公关小姐。1年前又返回本市，准备自费出国，现无业。京城在其住所死亡。自杀还是他杀？从现场勘查来看，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。死者的钱物、金银饰品也没有丢失。根据法医的检查，死者生前性关系混乱，昨天下午刚做过刮宫手术，因此不能排斥用煤气自杀的可能。你的意见呢？这是死者3天前购买的3盒替地开空白磁带发票，可奇怪的是现场没有发现这3盒空白磁带，显然是被人拿走了。另外，死者3天前搬家，第二天做了手术，当天晚上死亡。他为什么要在手术以前匆匆的搬家呢？另外，根据现场的脚印和指纹来判断，搬家以后家里没有来过任何一个男人，这也是极不合情理的。通常热恋当中的女人流产，正是男人大献殷勤的时候啊。由此可以推断，
死者搬家是有意躲避他过去的情人，或者可以说，他的死一定和这个不出场的男人有关。处长。嗯。处长，这是尸体解剖报告。好。解剖结果表明，死者生前吸入过麻痹药，显然是他杀。你们找我。你好，请坐。我只有五分钟时间，病人马上要动手术。今天是全球戒烟日，请免了。有何指教？认识吗？当然。昨天是你给他做的人流手术。怎么，这种手术也在你们公安局的业务范围之内？啊，不，我们只是想知道和他发生关系的男人。对不起，这是女人的隐私，我无可奉告。可林丽她，她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同父异母，关系不怎么样，有半年多没见面了。时间到了，恕不奉陪。娘的，怎么有这种女人？这些都不是我要的，可能在他那儿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这样的成绩还想参加世运会？老了游不动了。哎，丁丁啊，跟你商量点事。真的好吗？行。老朋友帮帮忙了。行啊，那你得先交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。啥关系？好了三年，你这是第一次啊！我不信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骗你是小狗，我呀就是嘴巴花，可守身如玉。再说我们四代同堂，72家房客没有那条件。这回可是你主动啊！大学这么多年，还没看出你这心眼呢。这次是例外，今天他要去美国攻读博士了，就这一个晚上，我可怜他才同意的啊。
快点来呀。哎，林平说了，别让邻居看见了，因为你是他的亲人呢。哎，快点来啊，我等你。再见。李佳，李佳，李佳。请用茶。哦，可以吗？哼，我现在是你们的囚徒，为什么要拘捕我？不是拘捕，是保护你。保护？嗯。你想想看，那天是你给林立动的手术，完了以后送他回家。就在你离开后不久他死了，很显然有人看见了你，所以昨天上午训练时杀手向你开枪，而昨天晚上在你家中杀手原来的目标也是你。
可是没想到那个为爱情而献身的姑娘却代替了你。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。你姐姐就是问题的关键。她死前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没有。发现她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比如急躁、暴怒，精神容易受刺激。你在她那个地方看见过这样的磁带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那天下午在109吧，那个男人是谁？一个大公司的经理，我当了他半年的秘书兼情妇。你动手术他知道吗？他把我给蹬了，我就是死也不要这臭男人的崽子。那你干嘛不告他呢？不，只要他能保证我去美国，当然还要付给我一笔钱。你怕他吧？怕？哼，实话告诉你，他的小命就攥在我的手里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就……哎，姐，这个混蛋！你能肯定林立是给那个男人打电话吗？嗯。他们说些什么？听不清楚，好像在跟那个男人吵架。那个男人在什么单位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他最后连播了3个9字。嗯。去档案室查一下尾部带3个9字的电话号码。哎。啊，特别是请了女秘书的中外合资单位。那天晚上你从林里家出来，发现有人跟踪你吗？那天晚上你没看错，是横排尾灯。嗯。警官先生，嗯，我还有公民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是自由的嘛。那我要去上中班了，今天我主到。可以，我派人送你回去，不过这几天得委屈你一下，住在公安局的招待所里。另外下班以后一定得给我来一个电话，我派车来接你。多费心了，我住在医院。喂，是姨妈吗？我今晚住你那儿去，公安局让我住他们那儿，我可不想关紧闭。那好，再见。哎，停一下。处长。所有尾部有309电话号码的单位我都调查过了，没有人认识林立。那天夜里也没有横排尾灯的轿车去过滨海路7号。吃吧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刚给市妇产科医院去了电话，他们说林平没有住在医院。什么？No!
没记错那凶犯的模样？一辈子也忘不了。那人脸上有个疤。啊。哎，那么汽车呢？汽车和上次的一样，是白色的。哦，是横排尾灯。哦。我去局里。哎，等等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来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按下红色按钮表示你现在的位置。嗯，按下绿色按钮你能随时呼叫我。注意啊，50公里有效。我今天晚上不回来，你好好睡一觉吧。哦，对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你要是肚子饿的话，自己弄着吃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佳佳，你是爸爸的女朋友吗？不，不是。我爸爸呢？啊，他去上班了。上班，上班，坏蛋总也抓不完。那谁送我上幼儿园呢？我呀，爸爸说让我送你去幼儿园。是吗？佳佳，牛奶，给。佳佳，你睡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呢？我睡在里面，一个人睡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说爸爸是神探亨特，可他不愿当买空就走了。你想他吗？不，爸爸说我现在是大人了，要自力更生。阿姨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呀，是妇产科医生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取出小宝宝的人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爸爸说，我就是你们从妈妈肚子里取出来的。好，去吧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阿姨。啊。阿姨，星期六来接我吗？嗯，来接你。阿姨，我喜欢你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2年了。你恨他吗？啊，不。干我们这一行，1年365天没日没夜的，只有国家没有小家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？是他吗？是他。西市军火大劫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经查，林立被害案、游泳馆枪击案、李佳琪男友被害案以及谋杀林平案中，均有一辆白色皇冠车以及身高1米78左右的八面男子。经鉴定，所用凶器为9月2日夜被劫武器，因此市局决定尽全力逮捕此重大凶杀犯。总部 ，MP 5号货发臭，等处理意见。赫尔斯先生，老开来电。垃圾就地处理。是。来吧，要什么都应承，来吧，我什么都听命，
你别心急痴情，来吧，有事情事要事情弄清。如玉敏化点水蜻蜓，如玉抱吧高低我定，亦要自己枉聪明，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。我是蓝光。什么？发现目标？嗨，小姐，给您的鲜花。谢谢。向你情人致最后的敬意，老 K。手举起来，转过身来，是我。带尾巴没有？哼，我没那么傻。东西呢？拿过来。哼。嗯？他妈的！钱和护照呢？你先到深圳，然后有人带你偷渡到香港。这是从香港离境时的机票和汇丰银行50,000美金的信用卡。拿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老板说了，这是给你的赏金。嗯、别，我可是跟你卖命的。嗯、去！老实交代，9月2日夜抢枪案你参加没有？我只负责用救护车掩护。一共几个人？3个。都有谁？不认识。我们有纪律，只对顶头上司负责。谁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？就是刚才被我杀死那个女人。她是你杀的吗？是子雕干的。为什么要杀他？他知道我们的秘密，打电话给头说，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，他就告发我们。你们的头是谁？我说过不认识，我只对那个女人负责。抢军火的目的呢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军火藏在哪？
我不知道，我用的枪也是那个女人给我的，真的，我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，千刀万剐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，这是安全局送来的材料。啊。朱梅，1987年4月加入敌特组织，西市特别行动组成员。钱强，1988年3月加入敌特组织，西市特别行动组成员。可这样兴师动众，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谋杀。有什么根据？这是那个女杀手用的贝雷达手枪，也是大名鼎鼎007 James Bond 的专用手枪。1985年1月，美国国防部宣布用9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来装备美国部队，从而取代从1911年以来便装备美军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、朝鲜战争和越战的具有75年历史的科尔特45式手枪。它精小豪华，小巧轻便，杀伤力大，弹无虚发，所以各国首脑要人，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到英国的菲利普亲王、沙特的菲萨尔国王，都不惜重金购买昂贵的贝雷塔手枪为防身武器。大名鼎鼎的007邦德更是夸口，我15年里用过了25支贝雷塔手枪，这种手枪从不瞎火卡壳，所以我也从不失手。我认为更重要的是，它的产地是在意大利黑手党云集的布雷西亚市。60年代以来，世界闻名的凶杀案用的都是这一种贝雷塔手枪，这绝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每一个职业杀手在行动前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想得到一把能保证他成功的贝雷塔手枪。既然如此，案犯何必愚蠢地去抢枪呢？这不会暴露他们吗？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。从时间表上看，9月20日之前，敌人所有偷渡走私武器被我方截获，因此不得不铤而走险，妄图用缴获我方的武器来执行暗杀行动。由于八面人的暴露，迫使他们不得不修改行动计划，现场侦破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这之前，所有罪犯使用的凶器都是9月20日夜被劫持的武器，而这一次子雕却用了非常昂贵的贝雷达手枪，这就说明敌人可能有两套行动方案。一方面继续让八面人滞留，铤而走险，并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；另一方面派职业杀手来执行暗杀计划。暗杀目标呢？目前还不清楚。哎，我是林平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109吧，我和林丽本来约好14点的，可是那天她迟到了。林平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去邮局寄点东西，没想到都是人。你没听错。没有，他说的是去邮局。你们来找林慧吧。是的。你们来晚了，他昨天已经死了。死了？病死的，是癌症。他躺在床上，老是叫他侄女的名字。他没有别的亲人，只有一个叫林丽的姑娘，每年来看他一次。可是今年没有来，就寄来一包东西。
你能把东西拿来给我看看吗？好的。给我。就是这个。可惜呀，他用不着了。我是山豪局长，我有证据，请求马上逮捕枭雄。On air, 8 minutes after the shooting. He had come from one side of the Vatican riding in that special vehicle where he can stand in the back holding onto a handrail. He had made one complete circle of the screams from that area. We were about 50 yards from the area at the time, and the crowd swarmed over it. I did see the Pope clearly release his grip from the handrail and slump into the crowd. 这最古老的暴力手段在本世纪60到80年代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。不管是肯尼迪、里根，还是萨达特、甘地总统，也不管是教皇保罗二世、撒切尔夫人，还是马丁·路德·金，甚至摇滚歌星列侬，都难逃此厄运。人们很难想象，一声枪响竟能改变整个世界。这些英雄创造的历史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为什么要我去？子雕死了。剩下的一群猪暴露了，所以一钱不值。不过你可以利用他们。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？叫“丢卒保车，兵不厌诈”，啊？嗯。这是10万美金的支票，其余的回来再付。不过。请你记住我们这的规矩，不成功便成人。啊，等一下，请你把这瓶香水带给我的朋友。别动，千万不要打开瓶盖，否则你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。到西市以后，会有人取走我送的礼物。祝你好运。你怎么能把牌压在这种女人的身上？不。我还有一张牌，狡兔有三窟，我将是大陆警方防不胜防。要求逮捕枭雄的证据呢？如果今年夏天我不来看您，就把这盒磁带送到公安局。这里记录的不是音乐，而是罪恶。
怎么就一把手枪？海外进货失败了，老板要你们自己想办法。等等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。我带你从后门走。黑师是谁？有了。谁？即将来访的 B 国议长 Black Leo。 为什么？英文的 Black 中文是黑色， Leo 是狮子。哎，不对啊，英文的狮子应当是 Len 而不是 Leo， 中文是莱恩而不是里欧啊。那是另外一种狮子，我查过英汉大词典。喂，请电脑室给我查一下《英汉大词典》714页第11行。这是天外来的黑狮。议长什么时候来访？是下星期，局长。马上采取非常措施，在全城搜捕枭雄，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，迫使敌人自己跳出来。是，是。1963年11月22日，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在为赢得连任的竞选活动，在达拉斯城遇刺身亡。尽管采取了一切保卫措施，但是总统还是连中三枪。开创20世纪60年代最大血案的凶手奥斯华德，只是选择了最佳射击地点——达拉斯城的一座令特工防不胜防的高楼，从而创造了奇迹。谁呀？老 K。 对不起，有火吗？啊，是浓缩的黑尸气味，按 K 方案行动。在最后行动之前，我们必须把 C 市所有的保安力量全部集中到枭雄的身上。
让他们斗个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，我们就可以出人意料地进行致命的一击。可代价太大了。无毒不丈夫，萧兄不会同意的，这会暴露他。告诉他，这是老板的旨意，暴露了他们才能够掩护我们。记住，秘密战争中不需要乌合之众，只需要超人。这些乌合之众的任务，就是给我们的成功填实铺路。不行，爸爸说了，不让你和阿姨出去。为什么？佳佳，听话，一会儿啊，阿姨给你讲故事好吗？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佳佳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啊！小姐，这是你女儿的。你看见她了？她被汽车撞了，刚送到医院。什么？这……别急，我有车送你去医院。先生，我是国际建筑学会的记者，麻烦您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市所有的高层建筑好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这边走。哎，好嘞。证件。能。哦，电视台的。对。拍什么景？拍摄城市全景。明天有国宾车队走过这儿，找个制高点。哦，太好了。你们到钟楼顶上去拍，那儿风景可好了，连飞机场飞机起飞全看得见。哦，我给你联系啊。好，谢谢。7号，7号，有电视台人来。哎，联系好了，你们乘2号电梯上楼。谢谢啊。好的。哎哎，别忘了有好袋子接我啊。没问题。接我吧。好的。哎，小刘，你爱人呢？怎么最近一直没看见？嗨，出差了，成天做生意烦死了。谢谢。小姐，请出示证件。我找你们馆长。他在5楼办公，这是钟楼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
对国际机场今夜零时实行全面封锁，除持有特别许可证外，一律不许进贵宾室和停机坪。凡是进机场的物品都要严格检查。处长。喂，是的，请讲。这是布莱克里欧议长在本市的活动计划表，你看一下吧。好的。我是蓝光，通知各宾馆和涉外单位，凡是近日入境人员都要严密监视。处长，处长，佳佳和林平失踪，据查是遭歹徒绑架。绑架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告诉我，你跟警察都说了些什么？处长，我建议马上分区搜索。我去办。不，这会打乱原来的计划。那，而这可能正是敌人所希望我们做的。局长，我建议继续施加压力，把八面人公布于众，迫使敌人分化。这样做，佳佳和林平将十分危险呐。这也许是唯一的选择。我在林平身上留下了自动显示仪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敌人就会暴露。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凡与以上案犯有关人员必须马上到公安机关自首，否则严惩不贷，有举报者请打电话110报警。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，凡与以上案犯。说不说？不说，宰了你！我是肖雄。明天9点取货。我们已经暴露，应该取消计划。按原计划行动，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喂，好的，局长，北京来电。好。喂，我是尚好。请首长放心，我用生命担保来访者的安全。布莱克利欧议长，明日可如期来访。局长，你不能用生命来打赌。你知道，肯尼迪遇刺前收到2300封要刺杀他的威胁信，可他却说，如果有人真的要想杀你，再多的保镖也不够，只要有一命换一命的胆量就够了。历史证明，肯尼迪不幸而严重。可我们不是中央情报局。快！两号地区，两号地区，我是蓝光，我。林平，好样的。通知特警，马上封锁9号地区。快！
我是蓝光。我是林平，我看到他们有军火、枪支和子弹。你听见了吗？有五个坏蛋。对。嗯、妈的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姓蓝的，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那你很快就会见到你女儿和你情人的尸体。哼，蓝光，局长，你们马上到现场，这里我来指挥。是。算了，嗯，快把人带走。啊，孩子放下。爸爸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都把枪放下，听见没有？爸爸，快点放下枪，不然我就宰了你们的小杂种，快放下，快点放下，听见没有？爸爸，我来救救我，一个个都给我站出来，都站出来啊！看见了吗？这是世界上威力最强的 MP 炸药，只要我一按按钮，这里就会变成平地。我数到三，再不放下武器，就同归于尽。一。二。快放下武器。把枪放下，快放下！姓蓝的，你输了，陪我去趟机场，要不然
就毙了你。枭雄，1987年加入敌特组织，西市黑石行动特别行动组组长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些匪徒中没有绑架我的凶手。什么？本台消息，布莱克里欧议长将于今日到达本市进行友好访问。别动！这就是说，肯定有漏网的匪徒会兴风作浪。是的。的专机已经起飞了，9时将准时到达你市。安全措施有问题吗？没有，京城已采取行动，只有一人漏网。万一有情况，我们可以处理。绝不能出现万一。中央非常关心此事，指出这是敌人配合国内外反华大气候精心策划的行动，他的目的就是企图造成我国的不稳定形象，并破坏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，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阴谋，绝不能出现万一。明白了。只有半个小时了。局长，如果真的出现意外，请批准我们的应急方案。敌人各种作案手段，我们都进行了演习并采取了措施。如果不是人呢？那我去买几瓶香水。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给女朋友送礼物啊？还不知道送给谁呢。市长同志，请接受检查。好，请。货藏好了吗？恐怕福尔摩斯也想不到。请出示证件。你的？好吧。小姐，请检查一下。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我是记者，我能给小朋友录像吗？当然可以。小朋友，你们哪位给议长献花？是我。真漂亮，阿姨给你录像啊。哎，去，慢点，小姑娘，看这边。
机请求降落。专机检查好，可以降落。二号跑道。快。哎。处长，这是今天进入机场人员的名单。好的。这是刚才我们监控的录像，你看吧。啊，看看。等一下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继续放。好。就是他，脖子上有块胎记，错不了。你他妈的，我毙了你！我说。我交代，说，是他，他就是那天悄悄的头。嘿，我是蓝光，立即封锁机场，不许一个人外出。什么？你能不能说的响一点？你没见他们影子？刚才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在候机室。把录像打开。糟了，还有备用花没有？有，赶快拿来。地球将为之震动。先生，总裁急于知道 K 计划的内容。当猎犬闻到了黑狮的气味，就会奋不顾身地扑过去，直到同归于尽。请吧，谢谢。
请出示证件。啊，给。请打开包。我们是电视台的，昨天刚联系过。不行，今天有特殊情况，凡进入钟楼顶部必须开包检查。不能误伤群众，更不能惊动黑尸。队长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我是蓝光，我是蓝光，开动所有的干扰雷达和反接收干扰装置。0707，请回答。07，请回答。0101，请二号社接替我指挥。03，采取梯次应急方案。03，明白，出发。
谢谢。世界上是有一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，他们千方百计想破坏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，但是中国已经走向了世界，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。佳佳，长大了你要干什么呀？当马特打坏蛋。哦，好，有志气啊！爸爸，爸爸怎么了？他正在做健身运动。我是林平。什么？林平，我要打胎。几个月了？四个月。不行，现在人流有危险。不，我死也要打掉，我不要这臭男人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下午四点你在夜林酒吧等我。我是肖雄。畜生，你想蹬了我没那么容易，你等着瞧吧。哎，姐别怕，手术后我送你回家。停下，小心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去哪儿？中山路五号。不，滨海路七号。姐，你什么时候搬的家呀？昨天。注意，跟着目标。明白了。
他是谁？不知道。谁？有人吗？抄水表了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呀！喂！可能和最近的敌情有关。1988年7月2日，西市近海截获了身份不明的走私快船。1988年7月10日凌晨，击毙偷渡挖匪3人，在挖人船中截获一批高强度的塑胶炸药和剧毒药品。1988年7月17日，在3号码头集装箱中查获了一批外国制造的轻重武器。联系到9月2日夜，我预备役演习部队军车被劫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国内外敌对势力近期将在我市采取重大行动。谢谢，赫尔兹先生，您知道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其胜，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易，是谁说的吗？中国的大军事家孙子。可那些蠢猪抢枪暴露了目标，您准备怎么办？赫尔斯先生有何吩咐？马上给老 K 去电，中国西市特别行动组黑石行动暂停，并消灭一切暴露痕迹。
快点。哎，好。你认识那女的？不认识，走吧。喂，你怎么来了？嘿。停车！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下！哎，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请开个门。怎么回事？解放军同志，请帮个忙，我的救护车抛锚了，我车上还有重病人呢。我去一下。好的。谢谢。哎，就这儿。你要干什么？借用下修车的工具。好。1988年9月2日夜11时，中国西市发生了严重的武器抢劫案。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对此案极为重视，要求迅速侦破，并同意西市成立特别侦缉组，组长由西市公安局局长单豪担任，刑侦处长蓝光任副组长，并全权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。
尽管在全市进行了广泛的搜捕，但经审讯，在押的14名嫌疑犯中，无一人参与9月20日夜晚的抢劫武器案。9月4日凌晨，在狼峰山谷发现了被劫的军车和部分剩余武器军火。下午6时，又发现了被盗的市急救中心救护车，以及参加演习后失踪的2具预备役战士尸体。破案工作陷入僵局。怎么，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鲍鱼和山红把作案痕迹冲刷得无影无踪。看来这是一些老手，不仅胆大妄为，而且训练有素。都被劫了哪些武器？一箱带瞄准器的微型步枪和10把88型最新研制的军用手枪。这种手枪准确性极高，1000米之内几乎弹无虚发。看来很有针对性。可是抢枪的动机呢？你怎么来了？停车！哎，停车！停车！停下！哎，停下！停下！解放军同志，请帮个忙，我的救护车抛锚了，我车上还有重病人呢。我去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就这儿。你要干什么？借用一下修车的工具。好。Thank you.
1988年9月2日夜11时，中国西市发生了严重的武器抢劫案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对此案极为重视，要求迅速侦破，并同意西市成立特别侦缉组，组长由西市公安局局长单豪担任，刑侦处长蓝光任副组长，并全权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。尽管在全市进行了广泛的搜捕，但经审讯，在押的14名嫌疑犯中，无一人参与9月2日夜晚的抢劫武器案。9月4日凌晨，在狼峰山谷发现了被劫的军车和部分剩余武器军火。下午6时，又发现了被盗的市急救中心救护车，以及参加演习后失踪的两具预备役战士尸体。破案工作陷入僵局。怎么，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鲍鱼和山红把作案痕迹冲刷得无影无踪。看来这是一些老手，不仅胆大妄为，而且训练有素。都被劫了哪些武器？一箱带瞄准器的微型步枪和10把88型最新研制的军用手枪。这种手枪准确性极高，1000米之内几乎弹无虚发。看来很有针对性。可是抢枪的动机呢？可能和最近的敌情有关。1988年7月2日，西市近海截获了身份不明的走私快船。1988年7月10日凌晨，击毙偷渡挖匪3人，在挖人船中截获一批高强度的塑胶炸药和剧毒药品。1988年7月17日，在3号码头集装箱中查获了一批外国制造的轻重武器。联系到9月2日夜，我预备役演习部队军车被劫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国内外敌对势力近期将在我市采取重大行动。谢谢，赫尔兹先生，您知道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，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，是谁说的吗？中国的大军事家孙子。可那些蠢猪抢枪暴露了目标，您准备怎么办？赫尔斯先生有何吩咐？马上给老 K 去电，中国西市特别行动组黑石行动暂停，并消灭一切暴露痕迹。喂，姐，我是林平。什么？林平，我要打胎。几个月了？4个月。不行，现在人流有危险。不，我死也要打掉，我不要这臭男人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下午4点你在夜林酒吧等我。
我是肖雄。你这个混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畜生，你想蹬了我。西市军火大劫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经查，林立被害案、游泳馆枪击案、李佳琪男友被害案以及谋杀林平案中，均有一辆白色皇冠车以及身高1.78米左右的八面男子。经鉴定，所用凶器为9月2日夜被劫武器，因此市局决定尽全力逮捕此重大凶杀犯。总部 MP5号货发臭等处理意见。赫尔斯先生，老开来电。垃圾就地处理。是。来吧，要什么都应承，来吧，我什么都听命，但你别心急痴情，来吧，有事情事要事情弄清，如玉敏吧点水蜻蜓，如玉抱吧高低我定，亦要自己枉聪明，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，我是蓝光。什么？发现目标？嗨，小姐，给您的鲜花。谢谢。向你情人致最后的敬意，老 K。手举起来，转过身来，是我。带尾巴没有？哼，我没那么傻。东西呢？拿过来。哼。嗯？他妈的！钱和护照呢？你先到深圳，然后有人带你偷渡到香港。这是从香港离境时的机票和汇丰银行50,000美金的信用卡。拿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老板说了，这是给你的赏金。嗯、别，我可是跟你卖命的。嗯、去！啊！快，跟上！
你老实交代，9月2日夜抢枪案你参加没有？我只负责用救护车掩护。一共几个人？3个。都有谁？不认识。我们有纪律，只对顶头上司负责。谁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？就是刚才被我杀死那个女人。她是你杀的吗？不，是子雕干的。为什么要杀她？她知道我们的秘密，打电话给头说，如果不满足她的要求，她就告发我们。你们的头是谁？我说过不认识，我只对那个女人负责。抢军火的目的呢？这我怎么知道呢？军火藏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我用的枪也是那个女人给我的。真的，我要是撒谎，天打五雷轰，千刀万剐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，这是安全局送来的材料。竹梅，1987年4月加入敌特组织，西市特别行动组成员。钱强，1988年3月加入敌特组织，西市特别行动组成员。可这样兴师动众，到底要干什么呢？谋杀。有什么根据？这是那个女杀手用的贝雷达手枪，也是大名鼎鼎007 James Bond 的专用手枪。1985年1月，美国国防部宣布用9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来装备美国部队，从而取代从1911年以来便装备美军、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、朝鲜战争和越战的具有75年历史的科尔特454式手枪。它精巧豪华，小巧轻便，杀伤力大，弹无虚发，所以各国首脑要人，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到英国的菲利普亲王、沙特的菲萨尔国王，都不惜重金购买昂贵的贝雷塔手枪为防身武器。大名鼎鼎的007邦德更是夸口，我15年里用过了25支贝雷塔手枪，这种手枪从不瞎火砍子，所以我也从不失手。我认为更重要的是，它的产地是在意大利黑手党云集的布雷西亚市。60年代以来，世界闻名的凶杀案用的都是这一种贝雷塔手枪，这绝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每一个职业杀手在行动前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想得到一把能保证他成功的贝雷塔手枪。既然如此，案犯何必愚蠢地去抢枪呢？这不会暴露他们吗？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。从时间表上看，9月2日之前，敌人所有偷渡走私武器被我方截获，因此不得不铤而走险，妄图用缴获我方的武器来执行暗杀行动。由于八面人的暴露，迫使他们不得不修改行动计划，现场侦破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这之前，所有不是我要的，可能在他那儿。Yeah.
告各位，预备，这样的成绩还想参加世运会，老了游不动了。哎，丁平啊，跟你商量点事。真的好吗？行。老朋友帮帮忙了。行啊，那你得先交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。啥关系？好了三年，你这是第一次啊！我不信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骗你是小狗，我呀就是嘴巴花，可守身如玉。再说我们四代同堂，72家房客没有那条件。这回可是你主动啊！大学这么多年，还没看出你这心眼儿。这次是例外，明天他要去美国攻读博士了，就这一个晚上，我可怜他才同意的啊！来呀，哎，林平说了，得让邻居看见了，因为你是他的亲人呢。哎，快点来啊，我等你。再见。亲爱的，来得这么晚，他妈的！别跑！站住！来了！李佳，李佳，李佳。
现在是你们的囚徒，为什么要拘捕我？不是拘捕，是保护你。保护？嗯。你想想看，那天是你给林立栋的手术，完了以后送他回家，就在你离开后不久，他死了。很显然，有人看见了你，所以昨天上午训练时，杀手向你开枪，而昨天晚上在你家中。 杀手原来的目标也是你。可是没想到，那个为爱情而献身的姑娘，却代替了你。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。你姐姐就是问题的关键。她死前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没有。发现她有什么异常表现吗？比如急躁。 姐，别怕，手术后我送你回家。停下！姐，你怎么了？去哪儿？中山路5号。不。 注意，跟着目标。明白了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
谁？有人吗？抄水表了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喂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呀！喂！拍了吗？全拍下来。死者林立，今年28岁，未婚，3年前。从本市一家纺织厂辞职，到深圳的一家宾馆任公关小姐。1年前又返回本市，准备自费出国，现无业。京城在其住所死亡。自杀还是他杀？从现场勘查来看，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。死者的钱物、金银饰品也没有丢失。根据法医的检查，死者生前性关系混乱，昨天下午刚做过刮宫手术，因此不能排斥用煤气自杀的可能。你的意见呢？这是死者3天前购买的3盒替地开空白磁带发票，可奇怪的是现场没有发现这3盒空白磁带，显然是被人拿走了。另外，死者3天前搬家，第二天做了手术，当天晚上死亡。他为什么要在手术以前匆匆的搬家呢？另外，根据现场的脚印和指纹来判断，搬家以后家里没有来过任何一个男人，这也是极不合情理的。通常热恋当中的女人流产，正是男人大献殷勤的时候啊。由此可以推断，
死者搬家是有意躲避他过去的情人，或者可以说，他的死一定和这个不出场的男人有关。处长。嗯。处长，这是尸体解剖报告。好。解剖结果表明，死者生前吸入过麻痹药，显然是他杀。你们找我。你好，请坐。我只有五分钟时间，病人马上要动手术。今天是全球戒烟日，请免了。有何指教？认识吗？当然。昨天是你给他做的人流手术。怎么，这种手术也在你们公安局的业务范围之内？啊，不，我们只是想知道和他发生关系的男人。对不起，这是女人的隐私，我无可奉告。可林丽他。他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同父异母，关系不怎么样，有半年多没见面了。时间到了，恕不奉陪。娘的，怎么有这种女人？这些都不……那个男人是谁？一个大公司的经理，我当了他半年的秘书兼情妇。你动手术他知道吗？他把我给蹬了，我就是死也不要这臭男人的崽子。那你干嘛不告他呢？不，只要他能保证我去美国，当然还要付给我一笔钱。你怕他吧？怕？哼，实话告诉你，他的小命就攥在我的手里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就……哎，姐，这个混蛋！你能肯定林丽是给那个男人打电话吗？嗯。他们说些什么？听不清楚，好像在跟那个男人吵架。那个男人在什么单位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他最后连播了三个九字。嗯，去档案室查一下尾部带三个九字的电话号码。哎，啊，特别是请了女秘书的中外合资单位。好。那天晚上你从林里家出来，发现有人跟踪你吗？那天晚上，你没看错，是横排尾灯。嗯，警官先生，嗯，我还有公民权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是自由的嘛。那我要去上中班了，今天我主到。可以，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不过这几天得委屈你一下，住在公安局的招待所里。另外下班以后一定得给我来一个电话，我派车来接你。多费心了，我住在医院。喂，是姨妈吗？我今晚住你那儿去，公安局让我住他们那儿，我可不想关紧闭。那好，再见。哎，停一下。处长。嗯。
所有尾部有三个九电话号码的单位我都调查过了，没有人认识林丽。那天夜里也没有横排尾灯的轿车去过滨海路七号。吃吧。对了，我刚给市妇产科医院去了电话，他们说林平没有住在医院。什么？记错那凶犯的模样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那人脸上有个疤。哎，那么汽车呢？汽车和上次的一样，是白色的。是横排尾灯。我去局里。等等，我一个人害怕。来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按下红色按钮表示你现在的位置。按下绿色按钮你能随时呼叫我，注意啊，50公里有效。我今天晚上不回来，你好好睡一觉吧。对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你要是肚子饿的话自己弄着吃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佳佳。你是爸爸的女朋友吗？不，不是。我爸爸呢？他去上班了。上班上班，坏蛋总也抓不完。那谁送我上幼儿园呢？我呀，爸爸说让我送你去幼儿园。是吗？佳佳，牛奶给。佳佳，你睡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呢？我睡在里面，一个人睡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说爸爸是神探亨特，可他不愿当买空就走了。你想他吗？不，爸爸说我现在是大人了，要自力更生。阿姨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呀，是妇产科医生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从妈妈肚子里取出小宝宝的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爸爸说，我就是你们从妈妈肚子里取出来的。好，去吧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阿姨。阿姨，星期六来接我吗？来接你。阿姨。
姨，我喜欢你。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两年了。你恨他吗？啊，不，干我们这一行，一年365天，没日没夜的，只有国家，没有小家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？是他吗？是他。